会射箭。哇，丢掉。啊，回家。今天归零啊！打我！今天归零，今天归零，我回去，我去。有点远，有点远。真可怕！云来这边，云这边，云这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进来了。哦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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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缺谁啊？缺谁？我。我。没有吗？我快了，我快复活，快复活了。好。复活。对。哇，差一点。干什么？差一点点。没事没事，二十个可以。我觉得这时候可以用西瓜。什么？西瓜？西瓜？你要怎么用啊？那就是丛林水，那个丛林甲炎。火焰弓是怎样？你要用吗？马达斯。孩子上。啊！好好，他有钻剑。对啊。中间巧克力来了，巧克力来了。啊！好笑。好笑！救命啊！没有水桶啊！水桶！什么声音？喷水声，流水的声音。啊！哎呦！嗯，哎呦，弓箭射过来，巧克力在门口，注意注意手架都不要出来。哦，好好好。超烫！哇，他有反甲哎。对啊，好反甲。哎、哦欸，我打他完全不痛哎、欸，我铁剑砍他一20滴，然后打的还是20滴。因为他还有回血，他保持度还是满，好可怕、啊！好笑，然后打一下一滴，一滴，太棒了，不知所措。第五阶段，核心装备破坏，装备，罪恶值大幅增加，稍微近一点。我去听听。噔噔。原来这里有屏障啊。是啊。红石洞在哪里啊？红石洞加我找到出来旁边有个楼，有个小路可以往下走。哦。挖了一颗钻石。这里。钻石，钻石。天啊，这屏障也太厚了吧！屏障是。屋顶再往上一个，这样我可以直接坐楼梯到他们家楼上、欸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有人在看我，你为什么要看我？我只是在吸引注意力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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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以吸引他们注意力，因为我发光、巧克力，巧克力来的，他进来了，他就在家里哦。哦，哎呦，有人隐形吗？巧克力来了，我在天他们家屋顶上吸引注意力。杀死一个团团啊！我要加哈基，往上面垫脚石了。我还在努力的吸引注意力当中。
成功吸引他注意力了吗？对对对，没问题呀、啊，做得好。有人去了，有人去了，有人去了，做得好啊，伙伴。巧克力还在这，巧克力还是啊，死了。没事没事，我挖了很多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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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只是在叠楼梯嘛，你怎么进去的啦、啊？难得他们家没有人呢、欸，真的。然后唯一的守护者在看我的头，看头上，头看他往楼上，楼上楼上楼上。哇，他先，二零先出去，二零先出去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走走走走走，我可以回去继续拿一点石头或是什么东西来继续叠了。啊，小哥在家里右边哦，家的右边，对啊，还有弓哦。好、啊，我看到在上面。好，我在肯定，我也肯定一波了。走走走走走，我回家拿点东西，没有东西可以叠了。哦，好了。我接。我在楼上下去。咻！嘣！你这样不一定要跟他硬拼哦。嗯，应该。哎咻！哎咻！哦，砍铁巨人呢、欸？可以咬就可以哦。生命值减10、欸，要去砍。可是家里还是有人守，家里还是有人守。我来。嗯，哎，去中间看团团在打。那去中间。对对对，我们两个人打。他们家里剩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他们两个去中间砍而已。有看到。还有两个人跑进来。完成哇！哇！绿队阵营失败。哦，我砍到最后一下。好是哦，好爽哦！他们大举来了。哎，黄金多少人？黄金小心哦，黄金小心哦。他们大举来了，三个人哦，三个人，右边一个。啊，这是个。边，八十了。爬山一个。走喽，枪。关心一下，呼，一下每次都会游过头，是吗？真的，那有一个爬超高的那个都游过头。团团回家了，我回家了。小柯还在射弓哦，有人还射。哎，呀！走走走。我要去屋顶玩、啊、我又来吸引注意力了、啊、你怎么还是亮的、我是光光啊哦所以我吸引注意力很棒啊、哦、我想说为什么你一直是亮的我是矿工你看矿工的另外一种玩法 当标靶那四个人在家太多了然后4个人，然后巧克力刚回去，对不对？还在追。啊，现在就尽量少死吧。嗯，巧克力在左边呢、啊，你要小心啊。还在上边那边。萨鲁米，萨鲁米。哦，使用天眼。哇、嗯。对我来说没差了，我反正亮亮。反正亮。现在注意哦，我们前线有三个人，然后家里要自己小心一点。这里有巧克力。啊！好痛！哇！痛！跳跃大厦，跳！啊，我们好不利呀、啊！哪里可以跳？可以跳！这边门口！跳！有！小心巧克力啊、哦！他可能会趁机。不会！他也在跳，他现在他在红色。他来！他不跳了！他来！可以！因为我们优势。OK， 可以。他们都停了。我们偏跳这种。啊！跳了！可以。今天归零啊！哇！啊！哇！我怎么举盾还是会被弹？举太慢了、啊，还没有、那個。然后有一个延迟时间，他不是当下举就有了。他还在哦，他还在。好痛啊！打不痛，好生气啊！要帮他们围圈圈，不要看我。干嘛啦？谁啦？谁在射我了？射不到啦！你们这里有屏障，射不到啦！团团来了。
啊好不，我的桃子没了。哎，先退，先退，先退。嗯，不要一直射我啊！上，小心隐身啊！我这边没有绿宝、啊。我先，我先，我先。嘿，嘿，嘿，等一下，你继续射，你继续射，你知道这里有屏障吗？可以来喽，在家里。小心，小心。啊！被破盾了。没有，你不是有绿宝？我不出去，我不出去。我把我给你了。不要射，哦好。哇！在右侧，在右侧，在右侧。哎呦！我要继续站在这里，他还在瞄我。我要去买剑士。小哥还在家里哦。对，他也在家门口。我死掉了。哦，死掉了。死掉了。他们在讨论什么、啊？讨论什么？我要去买剑士。好啊，泱泱，你还想继续射我吗？我在这里。可以要我回家了。他还在射我，我再继续浪费他的箭矢。哎呦，没没没，他在，他在金矿那边。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个。泱泱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啊！大赛，这个好像还好。团团在，他技能有看到他技吗？哎，来了，小哥来了，小哥也来这边。家里，家里，家里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又来，又来，又来了！哦、快死掉了，快死掉了！啊啊啊！死掉了！啊，装打他不痛。哎、嗯欸，哇，他装太强了。对，底下还有一个人。哎呀，小哥，哈基倒，哈基倒！哇，他好像什么装备爆掉了。他的衣服爆了。哇，太强了！好像打架开到那个直接变成在游泳。我没有方块了，我这边没办法读。二零还有方块吗？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我楼下吸引了两个矿工，我去砍木头。啊！我楼下吸引了两个矿工，家里补满，家里至少补满之后我才能。我给你们看得到我啊。你发光，因为像我那个、白痴哦、喔，难怪。哎、欸，不是你啊？没有没有，我刚给你绿宝石，你拿去哪里了？那个吧，清装备吧，清了两次。慢慢凋零，守护好家里就行了。啊，我不出门了。很难吧？他进来后面，他后面，他在后面。团团也来，团团也来。对，两个两个。哇，我现在没有武器，啊、他進來他進來武器都没有关。他们家里有，他们家里有三个。哇！每次一下一下一下也没了没了没了，没事。不行啊，还是会一直刷升怪台。慢点打，慢点打，慢点打，慢点打。我捅到装备没了。好。哦。总是射到我。啊！你看这里补起来啊。啊！这样子我要怎么下去？我打他嘛，一点八打嘛。一点八打嘛，他看到他马被打直接下马了，放弃了。我这个稿子啊，干嘛啦？拿掉了。我死到没有武器了。后面我后面这边又有人了。哦，这是二零。不，怕吧？他在二塔。觉得举着盾把自己家包起来吧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对啊。想要多。再挖一点那个木头，然后就躲起来就好。他们有三个人在家里。哦呦，小哥，小哥，小哥，还在追我啦！不要追我啦！四个人在家吗？那我们先围攻巧克力吧。嗯，他四个人在家，围不了啦。围不了，他装备太强，他装备太强，围不了啦。他掉一件他装备一样，不要送，真的。嗯，真的，我们现在是守着。这样先，哦，好啊，就只能这样。因为现在凋零了啊。嗯。没事，我盾不会坏，我盾不会坏。停时间的话，你们可以的话就躲在我后面。啊，把刀要。把刀要，塔克他也要吃东西。我们优势，他在吃东西，我就是我们优势。好、啊。粉心，你有没有隐形啊？你要不要隐形？没有隐形钥匙啊。哎呀。他们会射弓箭哦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断线了，你断线了？哎、欸，他们三个人来，比如说他们家里剩下三个人。阿玲玲，不要打他，他断线了，你们不要打他。
哇，我笑起来了。那先我去吸引注意力哦。好。天啊，我。小雨，你如果可以的话，帮我看左边，因为我的左边我现在。哦，小心！哇，我死掉。对，没打到。三个人呢？我只有一个人，没办法。对。他走两面。不能举着盾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！我被霍顿了啊！我帮你，帮你，废物，变废物了。我变废了，我变废了，我变废物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哇！我掉武器了！救命啊！小雨，小雨，给你剑，给你剑，快点！在哪？在哪？在前面，在前面地上，前面地上，前面地上，木头地上。好好嗯，而武功还在欸。OK。助他们向前，助他们向前。好、oh. 啊，我往后，往后，往后。水怎么被吐掉？血太少了，我的天。小心血啊，小心、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不是。最后两点。不行啊，重生点固定就会这样啊。嗯、对啊，一定。还有没有多的方块、啊？你要把整个哇！哦，能不能进来？能不能进来？能不能进来？能不能翻进来？翻进来！谁卡在那边？等一下，谁卡住了？我靠，谁卡住了？是谁啊？嗯，谁？我吗？没有，要往外叠一格，不然会那个。他从另外一边，从另外一边了。有，我来看，我来看。小雨，小心，小心，小雨，小雨，你小雨。烫很烫。啊！我死了！啊，最后，可惜